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11号10时39分，我国在东风着陆场成功回收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实践19号卫星，搭载的植物及微生物育种载荷、自主可控和新技术验证试验载荷、空间科学实验载荷、社会公益和文化创意载荷等回收类载荷已全部顺利回收。实践19号卫星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新技术试验卫星，于9月27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通过飞行试验突破了可重复使用、无损回收、高危重力保障等关键技术，验证了新一代高性能可重复使用返回式空间试验平台，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了各项预期试验效果。